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金红台长师父，感恩您，您辛苦了，请师父帮我先生看图腾。李先生啊，呀，1970年属狗，他两个地方出毛病。两个地方。一个有点忧郁症。对对对，对，感恩感恩。我告诉你，他很可怜。他小的时候被受过伤害，在家里。在家里。明白了吗？从小心里就受过伤害，可能是父母亲的关系。是怎样的伤害呀？爸爸妈妈吧，整天吵架，或者就是有什么出格的事情，让他觉得很难过。在小的时候，还有就是他自己读书的时候。对对对，在读书的时候，他睡不着觉。在大学。他不是大学睡不着觉，他被人家欺负，听得懂不啦？听得懂了。没关系的，一个灵性在他身上。灵性是他老婆啊？是，我是他太太。太太。妻子。太太不就老婆吗？对。老婆不就妻子吗？妻子不就太太吗？对对对。他要纠正我。不看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境界啊？是。就是做给你们看，让你们知道。人要学会控制自己，要帮助别人，要无私的奉献，没有一点感情。感恩师父，感恩。没关系的，给他念小房子240张，第一波。第一波240张，好，感恩。还有他的眼睛也不好，那个灵性老在他眼睛上。对对对。明白吗？对。他过去家里有没有养过狗啊或者猫啊？是猫，有养过猫。看见吗？死掉好几个猫都在他身上。所以不要养啊，养动物。所以人不要跟畜生道的在一起。所以很多女人本来蛮好看的，养一个狗，天天跟狗，到后来怎么脸跟狗一样？真的，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呀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其他没什么，就是手脚冰凉，手脚啊，经常冰凉，阳气不足，咽喉部分不好，咳嗽难受。240张给他念，给他放生放1800条鱼。我们放了20000哈。他要好好修的，他要好好自己念经的，他不好好念经，谁都救不了他。他现在这除了猫之外，还有一个老年人在他身上。老年人。小时候带过他的。小时候带过你的。爷爷啊，或者外公啊，有吗？小时候谁带你的啦？妈妈、爸爸妈妈不了啊。外婆有不啦？外婆有啊。啊，外公呢？外公没有。外公没带，那个爷爷带过你不啦？爷爷是很小，我也不知道。一个老年人，像男的，个子不高。你外婆个子高不啦？外婆个子不高。可能是女的，两鬓斑白，头发往后面梳的，鼻子蛮大的。好啦，在她身上还有鼻子鼻癌。哎呦，已经有点溃烂了。对。对对。
你叫他赶快念经啦，不要再等啦。有在念经了，我们吃全素了。吃全素了。对了，吃了一年多，也放生了。已经在帮他延了，我告诉你很不好的，是癌症儿，一点点在扩散，麻烦。你家里设佛台了没有啊？是观世音菩萨有。设了不啦？是哦，我以前设置的观世音菩萨。不是东方台那个观世音菩萨。不是东方台的。好像没好好烧嘛，烧香都没好好烧，好像也不是天天烧香啊。有，只是不准时。不好哎，没菩萨来啊。放在客厅里的。你赶快，赶快到我们东方台来请一张像，好，免费结缘一张像，去赶快弄个镜框，好，去家里供起来，好，否则他会出事情的，明白了吧？好，他最后就很难看，因为那就跟那个灵性样子一样，这里会挖掉一半的，脸很难看。就是一半像鬼的，听不懂啊？听得懂，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啊？我刚刚不是讲了吗？你们告诉他多少张啊？大概是。看见不啦？就放生呢。还有呢？还有啊，怎样调整他的功课？大悲咒、心经、礼佛五遍。五遍。哎，好吗？好，多念。谢谢。你要叫他念往生咒。念往生咒。往生咒连续念一个月，每天要念49遍。49遍。念完之后再转成21遍。21遍，好。师父，可以看一下亡人吗？我的爸爸谭亚九。叫什么？谭，姓严，洗澡的谭。亚，马来西亚的亚，九。1 2 3 4 5 6 7 8 9。谭亚九。对。九是什么九啊？啊，1 2 3 4 5 6 7 8 9的九。谭亚九啊，你爸爸？啊，对。很好啊。感恩。他很好。感恩。他已经在阿修罗很高的地方了。哦，谢谢，谢谢台长。谢谢。你爸爸人长得也很高的，听得懂吗？谢谢。你爸爸主要上不去是因为过去活着的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女的，他欠了情债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谢谢。你爸爸跟你妈妈都坦白过了，也不会跟你坦白的，明白了吗？你要让他再高一点，你再给他念经，他还能再上去。因为他已经接近那个阿修罗道很高很高的位置了。好，谢谢台长，感恩。